谢谢了，殿下。小仙坐了这么许久，脖子都快歪了，怎么连小仙的一片衣角都没有啊？巧玉，怎么这上面没有你？叶华他近来体力不济，一直手作画很累的，你多体谅他。 体力不济是什么意思？是不是夫君虽然抱得起阿离，却抱不起娘亲？夜华，程昱，把阿离带回殿内休息。 夜华，是。夜华，快点放我下来。夜华。 方才我不要去夜兰芳华，你不要介意。什么？那个，他毕竟是团子的亲娘。虽然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抛下你们跳下诛仙台，但是死者为大，在他曾经住过的地方与你不太好。我知道。我还有一件事。你说吧。 我已经让奈奈把他的东西锁起来了，也告诉自己不再轻易大概，省得找不痛快。他的东西我已经烧光了。还有一件事，芊芊，你今天怎么有这么多事情要交代啊？方才说的都是过去的事。
怎么还不睡啊？ 阿哥，你眼瞧过自己的孩子一眼。他早在300多年前就应该离开了。不，他又没有什么错，他不应该戴母兽过的。我相信他很快就能醒过来。乖啊，紫兰叔叔很快就回来了。 受紫兰师弟所托，特把此丹药带来。紫兰，紫兰他，这是紫兰给你写的调理方子。 他说：“你修为尽失，若不悉心调理，以后每隔初一十五，便会周身酸痛，难以下榻。如今，该帮的、不该帮的，我们都帮了，请两位不要再踏入昆仑虚半步。告辞。” 紫兰，我真是不明白，你怎么舍得半生修为？那孩子的妖气深重，光有胭脂的修为救不了他，自然就需要我的修为了。哎，红颜果然祸水啊！二师兄，怎么好像比我还要感慨啊？我倒是觉得没什么，如今这天下太平，修为多了也没用。
够我守着万海就行了。哎，夜华，笑什么？ 你在笑什么？许多人都会认错你跟我师父，但是我一次也没有认错过。除了初次见你在东海的时候，我愣了一下神。你跟师父还是很不相同的。是吗？嗯。师父的眼睛呢，不像你这般漆黑。 不像你这样骨水无波的。你说你在神仙里面也算年轻的，怎么这样老成，显得比东华帝君还要老成？你再看一会儿也无妨，看累了就躺在我怀中睡一会儿。 从今日起，你派人时时留意东荒中，如有异动，立刻来报。君上的意思是，那擎苍要出来了。这件事你不需要清楚。你只要记住我的话，只要东荒中有异动，不要惊动任何人，立刻来找本君。是。